回到我们最大、最崇拜、最帅气。最咱的指挥老师于文凯老师带来美国巡逻兵进行曲，早期疯狂的深情也都会演奏文音版的美国巡逻兵进行曲。这次于文凯老师特别加以改编，把三个版本融合一次呈现。永远的凤飞这一组曲是由谢伟伦老师将心肝宝贝、掌声响起与流水年华三首歌曲所改编组成。走过20年的风管，曾经的流水年华也将永不逝去。拿起乐器的瞬间，都将回到青涩的高中管乐生活。来到了我们整场演奏会的最后一首曲子《羁绊》。管乐的羁绊把风管人都紧扣在一起，用这首曲子作为20周年演奏会的尾声，献上风管人对风管以及管乐的爱。演出结束时，请不要吝啬您的掌声。